据越南胡椒与香料树协会，四月份越南各种胡椒出口量达26245吨，出口额达1.165亿美元，出口量和出口额较上月分别增长 2.2% 和 5.2%。 今年前四月，越南各种胡椒出口量达83067吨，出口额达 3.52 亿美元，较去年出口量下降 19.4%， 但出口额增长 10.3%。 目前亚洲占越南胡椒出口总量的 36.2%。 然而四月份越南胡椒对亚洲出口同比下降 52%， 其中对中国市场出口大幅下降 95.2%， 阿联酋下降 23%。 印度是越南胡椒最大出口市场，前四月对印度出口量为5552吨，占 6.7%， 同比增长 23.9%。越南胡椒对美洲国家出口增长 40.6%， 市场占有率达 30.2%。 其中美国是越南胡椒最大出口市场，出口量达22774吨，同比增长 45.2%， 占出口总量的 27.4%。 除了出口外，越南企业也从外国进口胡椒来服务对第三个国家加工和出口活动。巴西是越南最大胡椒供应国，其次为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。